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翻嚟咁啊，七月十号嘅啤李漫步，咁啊仍然系非常热啦。咁个街啊又系咁样啦，系嘛？咁我每一日咧都盼望咧。即暗地裏盼望啊，終於個市會旺翻啲，會多啲人喺個街度行，多啲人上嚟買嘢啦。咁啊，就唔知盼望到幾時啦。以前就話五窮六月七翻身，咁啊而家咧就係冇得翻身嘅。咁啊人咧，我又覺得咧，真係最緊要為自己，你乜都講，乜都假，就千祈唔好講埋嗰啲無謂説話，係嘛？咁啊譬如有啲網友，咁我又知有啲市民咧，即係包括我琴日個網友啦，就因為唔想香港好啊。即係費事你班官嚟咁嘢，真係有咁嘅心態喎，嚇、啊！即係話你搞得掂個經濟，咁你咪真係有功勞。咁啊，於是乎咧就減少喺香港消費。咁我覺得咧，呢、這個可以係一個原因，但係呢個唔成大原因啊。最主要就係你個消費咧，你比唔上人哋，你競爭力唔夠啊，係嘛？咁今日都要講少少咧，即係澳門其實澳門執笠潮㗎。澳門經濟有增長喎，澳門經濟有增長成20%喎。嗱、啊，我哋係負增長嘅。咁人哋有20%增長，點解會執笠咧？咁可以有啲分析嘅啊！咁你亦都可以話係啊，俾香港參考啦。咁其實咧，你咁樣去啊發展落去咧，咁我認為最合適嘅啊營商，特別嗰啲小店啦，就係唯有唔做嘅，因為你係點樣諗，你都諗唔到可以維持到。因為你個人口個改變啦，你好簡單啦，你本地人你又唔喺度消費，咁但係你越嚟越多，嗱而家你都唔係好覺喎，但係將會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，即係所謂嘅輸入勞工啊，又或者嗰啲咩高才啊，咁嗰啲人係咪會喺香港消費？因為佢都唔習慣，又或者你有一日香港要適應佢哋嘅時候咧，啲店啊就唔係你哋原生香港人喜歡嘅嘢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係我嘅諗法啦。咁你有啲原生香港人，而家新一代嘅，佢一樣好中意食嗰啲咩酸菜魚啊，一樣好中意食嗰啲大陸化學茶噶。啊、我連一杯都未飲過嗰啲，即係除咗如果有網友買俾我嘅話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唔講咁多啦，今晚真係要早啲翻去啦。琴晚結果我真係可以早咗翻去嘅，我啊落牀嘅時候係12:00，咁比平時早好多，咁瞌兩個幾鐘，但咁唔知我起身係6:00-7:00，咁、我突然間發覺，咦，好似嗰啲嘢，屌你6:00-7:00，咁好似有場波，因為我唔係好介意 care， 即係我係 care 今晚啫，啊，咁啊睇嗰個結果啦，咁啊竟然咧就係、是、西班牙咧。就贏咗呢一個法國，咁點解用竟？其實又唔係竟然嘅。如果你用勝嗱，首先咁講，今屆嘅歐洲國家杯嘅水準咧，除咗冇咁好睇之外咧，其實我認為係低咗嘅，即係直情係整個賽事嘅水準啊！啲隊即係隊伍嘅發揮，又或者球員啦，而家啲球員係渣咗啊嘛！你問我，我點講都係啊！咁但係咧。即係整體嚟講西班牙如果由第一場你做 average 啊、嗯，咁佢係應該入決賽嘅喎，絕對。你風騷可能中喎，今次。係啊，甚至乎應該要贏冠軍添嘅喎。以表現係啊。以表現嚟講，除非決賽突然間。唔係，但係呢個世界冇咁咩嘅，冇咁咩嘅，唔好話甩碌啦，或者人哋對面嗱，講真，如果今晚即係其實今晚場五波嚟㗎，你問我，荷蘭入決賽咧，我覺得西班牙咧就贏面壓一嘅啦，即係個捧杯機會。但係如果英格蘭入決賽咧？屌你！佢用咁樣即係烏龜死門戰術啊！佢就分分鐘攞佢命嘅，即係一粒係咪？係嘛？喂，唔好有一粒啦！加時成12萬，總之只要用死門烏龜戰術，係難搞嘅。因為你本身，因為我哋知英格蘭呢一班波，佢當然唔係話咩世界頂級啦。咁但係其實而家你拉雲逐個稱咧，都係有卡士啊嘛！呢班波係嘛？咁你就真係咁當然啦！你要贏冠軍，你就冇得講㗎啦！你即係嗱，而家你咁計咁睇啦，就咁睇呢一隊。西班牙而家其實只不過係重新出發，應該咁講。我諗佢哋嘅國家隊咧，佢哋個教練咧都冇諗過，喂可以入到決賽或者贏，即係甚至乎捧冠軍嘅嚇。咁、當然一定係照踢啦。咁你咁多即係年青人，你唔好就聚焦喺亞馬度啦。其實真係好多後生仔啊，係嘛？咁即係話嗰個踢法、嗰個成全、嗰個信心。咁你意大利係後生仔，點解會踢成咁咧？咁教練亦都有問題啦，係嘛？你話喂唔夠時間磨合，你會用人哋磨合好撚多咩？對對，喂對對都係唔夠時間磨合噶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晚就一定冇辦法啦，今晚一定要睇啦。琴晚我話唔知點解會咩，
咁我就情意結底下啦，一定係捧英格蘭㗎啦，即使睇得再差，一定係捧英格蘭嘅。咁我諗就唔關事啦。我諗如果啲酒吧你都希即係香港啊，都希望英格蘭啦，即係收多場啦嘛，係嘛？咁但係過唔過到荷蘭咧？咁我睇高少少嘅，我睇佢啊高少少，高少少。屌你老母去烏龜戰術又運啊，係嘛？即係屌你喺好撚賓州，喂又發或者話咁喎，佢突然間。呢兩場啊，終於揾到條方啦，終於揾到啦嚇，咁、啊、就又唔同嘅咯喎，就係、是、死守啊，守唔緊要，都話喎，齋守冇功，守反擊，即係你揾手突擊咁啊，成日話，好似郭嘉明話齋，咁呢有個反擊有條有個套路啊嘛，屌你咁你反擊又冇套路，喂你話係俾啲球員自己一個人冇七個，都係叫做一個方法啦，又唔係，我都唔知道你想點，總言之一日唔輸波咧。就個個啊橫傳啊烏龜啊唔知做乜嘢啊！上次好好噶啦，又有迪勤埋斯，又遠射又成，叫做好叻噶啦。上一場 OK。不過今次風數好嘢，我覺得。抽西班牙。西班牙啊嘛，佢話最大機會啊嘛，咁啊。入決賽先啦。咁啊睇下啊英格蘭嗰度點啦？英格蘭佢話唔得㗎。係啊。係啊，咁、可能英格蘭都入決賽唔得咯，然後亦都唔奇㗎、啊、不過今屆真係唔好睇嚇，即係我對世界盃已經失望咗好多年啦。屌你水準越嚟越低劣！屌你估歐洲國家杯都搞成咁，真係唔撚掂嚇？定係世界足球水準真係低劣咗咧？定係我太老咧嚇、啊？即係啊！琴日啲人係當然係咁吹奏阿亞馬啦，又係咁即係踩啊麥巴比咁踩啊麥巴比，梗係固然係好。麥巴比最尾嗰陣睇住你入我啦，撲街射飛機。喂，以佢嚟講係冇得，係冇得唔入嘅喎。咪咯，你扭得咁靚，係啊，對住龍門射遠處近處都得就射飛機。唔係，但係以佢嘅技術，即係我睇翻片段啦，係冇得唔入嘅。如果唔係就肯定係二比二嘅啦。你再講二比二啊，撲街，一定係二比二。嗱，我又咁講，你睇佢啲推波啊各樣嘢咧，其實佢冇渣到。你話佢咩證唔證明到啲乜嘢？即係我覺得其實麥巴比咧就放低啲壓力啦，唔好諗住屌你老母，你踢波你踢波啦，唔好喺度屌你咁搞撚埋，喺度呼籲人哋政治啊，有呢樣嗰樣啊，屌你老味！我係阿擺烏龍嗰個官迪啊，大撚死唔計擺烏龍啦，咪大撚死咯，大撚死咯，大撚死咯！喂，老實講，唔係我冇所謂嘅，我都認為冇所謂嘅。終於有一日咧，我夠膽喺度落定時間狼啦，佢哋會為佢哋今日呢一個政見咧去後悔嘅。嗯。終於有一日㗎，唔使好耐㗎呀嚇嗱，即係我哋少講啲咧，你大致上睇咧嗱，國即係睇其他啲分析都係㗎。英國咧今次呢一個工黨嗰、那個咩謝咩咩咩啊，司紀賢咧，你就唔使咩咁擔心佢住嘅。點解咧？我唔識分析，我唔識睇咩，我睇個樣咧，呢條友都係 hea， 即係 hea 下 hea 下，佢唔會有咩大動作，我亦都唔相信佢夠膽搞咩大個動作。葉家水。屌你講咯，佢而家好多都係將來式嘅，係咪？喂，但係法國嗰班左翼唔同喎，唔係咯，嗰班又真係黐緊線嘅喎，就咁乜黐。喂，你話唔好聽，贏緊咗啦，咁你哋即係叫做係咪贏咗啊？嗯。喂，贏咗都出嚟，屌你老母打家劫舍喎！就係咯，黐緊線，輸你又你輸緊咗出嚟打家劫舍，就好似嗰班 BLM 就話啫。喂，贏緊咗出嚟慶祝啊！屌你，我哋執政啊，我哋乜嘢達到目的？唔撚係喎，出嚟打家劫舍嘅喎！即係你慶祝咪慶祝，做咩放火咧？喂，真唔知佢做乜撚嘢喎！做咩打劫咧？屌你老母，啱啦，冇所謂嘅，啱啦。所以咧，嗱，今年咧，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？法國奧運嗰啲飛賣得好撚差，即係啲銷售啊！驚啊！哇！屌你老母，你唔撚矛底啊！要襲擊啊！驚！喂，你唔矛底啊！真係 ，OK。好啦，我哋嗱嗱聲講下今日啲新聞先。第一單嗱，我哋成日都要提嘅呢啲新聞咧，因為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啊？喂，究竟係？有嗱，我開始終於懷疑，究竟係有鬼啊死人啦、啊，定係啊房屋處真係去查察咧？嗱，以前咧講以前啊，即使大家互相係政府部門，除咗有法庭嘅予批准啦，否則咧有好多私隱嘅條例咧、隱私條例，你唔係可以去即係就咁去搞嘅。即係譬如話，屌你呢個銀行，喂，屌你老母！譬如我房屋住喂佢話有幾多錢啊？呢個住户唔得嘅，銀行唔可以 disclose 俾你嘅，即係除非有啲即係 wallet 啦，即係之類嘅嘢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喺我哋過去嚟講咧，即係我哋自己接觸啊，當然呢個係犯法嘅事咧。嗰啲人啊，佢買樓其實真係好多公屋户買有私人樓嘅喎，好多喎，話我夠膽講啦。譬如以前我啱啱入行嘅時候，我住
我做呢個沙田圍啊，即係嗰個即係咩麗城花園啊、第一城啊、嗰個咩河畔嗰啲咧，喂，差唔多，除咗有個別炒家或者少少即係上車之外咧，我諗有一半啊，真係一半啊嘅業主咧，或者入嚟即係諮詢嘅咧，咪就係住喺附近咩咩沙角村啊、博康村嗰班街坊咯。咁佢哋真係儲到錢啦，啲仔女大啦，想買層樓近近地啦，咁啊最近咪果決咯。OK， 好啦。咁但係而家政府咧就話啊嘛，話社會普遍認同，即係呢個打擊呢個濫用資源啊嘛啊。咁啊，於是房委會又公布多四單打擊濫用公屋嘅法庭個案。咁啊，唔係我上次講嗰啲啊，次次係四單嘅。咁我其實我係諗緊，喂，屌，係咪啲人口大咧？即係啲街坊度咧，即係有陣時以前你唔圍啊嘛，十年前你講咗噶，或者二十年前同啲街坊一齊睇樓買咗，你冇圍意嘅。OK， 咁啊，有人篤灰，因為篤灰好似有獎金定點樣，我唔知，即係走去揾獎勵嘅啊。如果唔係，定係？喂，房委會乜而家真係可以就咁去撳税，即係去撳喂，點解你知銀行有錢啊？點解你會知佢有層樓啊？啊，即係你萬千個名唔係咁容易嘅喎，即係你尤其是我對於政府部門啊，咁如果係嘅，政府要講喎，佢有而家我哋係㗎啦，冇啊政府部門互通嘅啲消息，咁你都要講喎，咁我唔聽見有啲咁嘅即係條例啊生效，咁我唯有當佢有人篤灰啦。好啦，咁啊四個我唔逐個講嘅個案，咁啊都係判監14日緩刑嘅嗱，暫時咧今次同上兩次咧呢啲咁嘅漏報消息咧，都全部係判監同埋緩刑，就冇人坐監嘅啊。咁啊其中咧罰款當然有啦，其中有一間公屋咧已經收回啦，咁佢就冇講其他嗰三間公屋，我諗都係鋪設緊會收翻噶啦，因為你超過啊嘛。咁啊，主要都係啦嗱，佢哋填寫資料嘅時候咧，就冇填到自己有物業啦，有啲或者填寫資料嘅時候咧，又冇填到自己有超過嗰個資產限額啦，即 cash 啦，譬如話呢個哇，屌你有100倍即係192萬啊，196萬啊入息限額嘅100，咁即係19,600蚊，好嘅二人家庭。屌你老鼠！二人家庭揾19,600真係好撚凄涼。老實講，今時今日，咁我而家就收埋196萬埋佢啊。Anyway 啦，屌大家真係住公屋嘅朋友自己執生啦。所以我今日有個網友，佢話交翻間公，準備交翻間公屋俾政府。我話嚇點解啊？佢話冇啊，我都唔喺香港住啊。我話咁你翻嚟香港嘅時候，你唔使有個地步啊啊！屌！我咪問個仔咯，喂，如果老豆第時可能幾個月翻嚟香港一次，可唔可以喺度住啊？唔係得咯，佢咁俾翻間屋佢啊！佢廢撚事啊！佢廢撚事，我都唔喺度住，因為你耐唔喺度住咧，其實翻大陸住啫嘛。可能隔離屋見到你，或者咩房屋村經理啊，屋村經理都會嚟查你嘛。佢廢撚事麻撚煩啊！俾翻間公屋佢，阿善明係咪有個善明村啊？將軍澳啊，好似佢咁講啊。咁我話你咁你去邊度住啊？佢話喺雲浮。我話雲浮邊度嚟㗎？雲浮於市，肇慶上啲。嗱，我所知咧，如果深圳你就唔係好平租嘅。深圳如果你租兩房麻麻地嗰啲都4,000-5,000嘅，據講，係咪？但係佢嗰度咧，哇！佢呢個佢話三比啲上我睇，三房兩廳兩廁新單位，咁啊1,800蚊。咁唔出奇嘅，成世都未必會去雲浮一次。1,800蚊，咁佢可能佢自己有咩啦？即係有，其實你佛山嗰啲都咁上下嘅啫，即係你去到咩？佢話都要上面講乜都得。啊！好撚羨慕嗱，佢講啊，唔係我講啊。佢喺酒樓度一齊屌啊，全個酒樓啊，茶客、大陸茶客、香港茶客、茶博士，咁大家知啊，茶博士係咩咧？即係嗰啲啊，一齊喺度屌啊！屌乜嘢？我哋又就唔係好方便啦，係嘛？個個好喺度懷念啊，懷念啊，夾鬼王啊，蝦毛王啊，懷念啊！屌你老母，不動如山啊！你大家知邊個不動如山啊？真係。嗰、那個又唔好折騰啦，總之佢話屌邊個咁撚笨柒㗎，係咁度屌，係搭上面啲人喎，香港你夠唔夠膽啊？好啦，機電署爆貪污醜聞 A， 今呢個係東方嘅 A1 頭條。呢、這個貪污我好快講啦，係本港嘅公立
醫療器具的滅菌爐服務工程被人有人報串的，這些都爆了。通常這些是要跟回那個，因為這些是比較專業的東西，那個供應商去提供服務，但是呢現在就被人踢爆。這班 機電工程署這班人就沒有用回那些即是 supplier， 自己出面找 supplier 都不緊要，但是又沒有招標、okay？然後呢就被人哋報串話，原來是長時間，可能是以一個 deck 即係十年八年計的，係咁。而供應商亦都好識做，俾錢佢哋涉及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有曬哇，係連督察啊，屌前線人員啊，哇機電署嗰啲啊。總言之咧，成個詐前線係個個有份派通雞。嗱，老實講，呢、這個梗係犯法行為啦。但係咧，我不知道是派得不順，一定是內部有人督的、或者是供應商、有人離職，或者是原生應該 provide 服務那間嘢發覺，屌，為什麼你可以用我的勞而不找我保養呢？有人督啦、但具體到連哪些人去收錢，他們怎樣處理一些五萬元以下的採購項目，因為五萬元以下的採購項目呢，不單止不用立法會那些，不用過是連上級即係吸引都批准都唔使嘅，即係坐寫時候嗰啲。咁於是乎咧，哇！咁啊，即係上下其手咯嚇。好啦，咁啊，年記咧接到報道咧，啊包括今日年記都話佢舊年就收咗2000多投訴啊。咁佢拉人咧，咁都係香港勝在 ICAC 嘅。不過我都要問多句咯，屌你冇林姓冇嘉年華嗰單嘢，究竟有冇人跟啊？我唔知啊，或者有人跟，不過未拉啦。好似陳振健話齋，喂你又點？而家唔係唔拉，係未拉。喂，答都唔撚答。喂，我真係覺得呢個世界上咧，如果用呢啲咁嘅 case 嚟睇咧，係咪只去州官放火，不去百姓點燈先？嗱，呢啲咁啊，當然個比例唔好啦，貪污計緊唔啱啦。喂，屌你老母，嗰啲公帑，喂，你係嗰個咩城市基金嘅副主席，仲要出埋嚟 ？OK， 喂，出埋嚟喎。即係我心裏有避風頭咯，咁你起碼答啦，你起碼記者問你啦嘛，或者嗰啲記者佢因為一係佢假新聞，係嘛？喂，如果唔係嘅，你答咯，回應記者咯。喂，查無此事，喂，我已避職，都要答，係嘛？冇喎、喂，老老實實講講多次啊，根本呢啲避職都唔應該，你問我，根本就喂，凡身有啲咁樣嘅咧，就唔應該去做呢啲公職。好簡單啫嘛，但要做公職又要賺一筆錢。屌你老母有冇咁樣著數啊？你唔做公職又未必賺到。都係嘅，有咁講，佢又要做公職，賺呢啲錢又要去攀龍附鳳，再賺多啲，屌你老味，睇個樣子已經知啦。喂，年紀啦，嗱你拉兩隻呢啲老虎咧，嗱你又唔需要介意咩嘅喎？好似當我哋警方做得好啊，入境處做得好啊，佢拉鳩阿青霞，黃青霞，咁黃青霞之前一樣又同阿鄧炳強嗰啲影相啊，鄧炳強都冇責任啊，冇人話喂，屌我照鳩佢啊，你咪照拉咯。如果有人犯法嘅話，喂，包括昨日嗰啲乜嘢，唉，我都唔識講啊，嗰啲咩外交部駐港專員啊，又乜嘢嗰個咩副專員啊，唔係仲有個副政務司啊，卓永興啊，張之富嗰啲，喂，嗰啲唔使理佢哋噶，唔係話唔使啊，因為佢唔知佢哋犯法噶，或者，係嘛？喂，有人喂，我覺得真係好有問題喎，公帑嚟喎，1468萬喎。咁老實講，我昨日嗰單新聞講，我唔講嘅話，香港。好多人有幾多人知道你嗰個咩千人舞蹈啊？使千幾萬好撚多啊，大佬！好撚多，喂！你嗰啲學生，你幫你會俾錢咩？咪就係、是，喂！嗰啲著嗰啲華服嗰啲阿姐，你幫你俾錢佢？啊！嗰啲阿姐，你去唔收錢都會嚟啊！佢覺得好撚有型啊！著華服啊！喂，仲有喎，屌你五連日當空，一年六日喎，你今日有冇人講啊？有冇報道賣啊？所有你今日有冇一千人操啊？屌，梗係冇啦，唔使睇啦，加埋啊嘛話，喂，講真啦。你如果唔係有呢單醜聞，根本呢單嘢連報紙都冇得報。一報呢單嘢，一 search 咧就係關於呢個醜聞。喂，我咧如果我用一千日走去操，咁啊加埋一千啦，真係黐撚線，千人操啊！真係黐撚線。好啦，加埋。咁另外咧，嗱，泳總咧，即係一方面呢個反應快，反應快。一方面咧，我真係忍唔住都要串你兩句啦，阿超哥，阿黃敏超，屌你老母閪！由二月開始，阿方力申。正式有投訴俾你哋嗰、那個泳總嘅職員啦，亦都有私信你啦，你就已讀不回。關於呢一個九歲泳手
即係不能夠參賽，因為佢唔係即係個泳會唔個級別啊。好啦，前日阿霍啟剛即係港協嘅奧運會啊嘅老總主席，副會長應該係副會長啊，佢唔係會長添啊。一出聲，咁啊跟住加上一個何啟康啦。咁原來今日霍啟剛咧已經話咧，大家嚟定喎 ，OK？ 泳總已經初步同意日後比賽會設立一個個人運動員身份，確保每一位運動員即使唔係即係嗰個唔夠級別嘅屬會咧，都能夠發揮才華同埋潛能。方案嘅細節咧，泳總話咧就會喺進一步交代嘅，咁好就俾啲時間佢啦，即係畢竟時間都係發生得好短。咁啊至於啊方力申咧，即係始作俑者啊呢、這個就話咧，喂，除咗呢一點之外咧，希望咧進一步推動制度優化啦，包括增加屬會升降機制嘅透明度。嗱，之前佢冇正式提過呢個透明度嘅 ，OK？ 咁但係其實坊間已經好多人 follow up 啦，喂，屌你啊，喂有啲喂殭屍會嚟嘅喎，屌你！嗱，佢其實而家冇回應過㗎，暫時呢、這、一個 ，OK？ 增加嘅透明度，嗱，我哋唔好逼嗱，講真，即係中國人政治啦。佢又唔好去到咁盡住，即係我而家都要咁講，費撚事佢太過難堪，於是乎咧又惹來咧，即係中方有人認為呢個係即係咩鬥爭啊？俾啲屌你咁嘅時間命中，我睇你做啲咩方案出嚟，增加嗱，佢又冇應承你呢樣嘢㗎，但係方力申話要增加透明度，喂老實講，當然要增加啦，屌你老母，喂你殭屍會霸住啲資源，咁未必係個北殭屍會啦，就可能係。那個餅就根本比你哋自己好 active 緊嗰啲喺度分，即係藉住嗰個會籍，喂呢啲當然唔公道啦，係嘛？喂呢啲嘢其實，喂其實呢啲嘢都係廉記 case 嚟嘅，你問我。都要啦。呢啲都係廉記 case 嚟㗎，係嘛？就咁樣湊錢。喂，有冇？喂，起碼你要回應人啊嘛，開頭。喂，其實二月你回應人咧，就冇事㗎啦。冇事㗎咯喎，呢單嘢分分鐘。依家人哋霍啟剛一嚟，你就即刻。幾撚閪啊！屌你老母啊！佢唔止霍啟剛嘅，係其實阿方力申啲封公開信啦。同埋嗰啲媒即其實又唔好大件事，但係喂，屌唔係個個頂得抱㗎，大佬嚇！佢而家都未出過嚟啊，黃敏超，佢話佢應承咗，即係泳總應承咗話會日後設立呢、這個即係運動員咩啊嘛，咁你基本上呢個好簡單啦，即係細路仔都明白啦，你要選拔優秀嘅選手，咁咪再用成績嚟做咩咯？喂，老老實實啊，上屆啊奧運會啊嗰條。那個咩泳總啊，嗰、那個咩泳協唔知乜鬼嘢委會嗰條友啊，喂，嗰單嘢我覺得應該要睇翻咯，梗要啦，交代翻啦。點解成績好我唔得啊？游得快我唔肯得，係就係、是、游得慢嗰個就得。喂，原來佢游水鬥慢啊！咁樣咁咪你話你講就得啦，講個理由原因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佢話咧，阿方力申話下級屬會資源申請嘅機制。佢話期待其實制度好咗咧，令到游泳運動更加普及化，即係意思唔好淨係得屌你哋幾個，即係嗰啲大會啊，喺度壟斷啲資源啊，更加普及化，大家可以去游水啦，更加精英化同埋產業化咁講 ，OK， 咁啊短期內就會同泳總同埋議員三方會面，應該下禮拜啦。之前啊何敬康啊新聞黨議員講咗啊嘛，咁但係佢哋就下個禮拜。霍啟剛嗰度就今日收到信息啦，即係畢竟霍啟剛話曬咗我哋霍氏，屌你哋咩真係屌霍元甲嘅後人啦，係嘛？牙頭嚟啊！霍元甲後人嚟啊！咁屌姓霍嗰啲人都係咁噶啦，唔通你話霍去病啊？叫霍青銅啊 ？OK， 休息一陣。